以前是 YouTuber 团体反骨男孩的成员之一。日前他的男友精心安排了超盛大的求婚惊喜，让众人直呼羡慕。只见反骨成员们齐聚一堂，酷炫孙生和徐凯浩带来一段精彩的舞蹈，直接炒热现场气氛。在曝光的影片中也可以看见，于谦的男友单膝下跪，并拿着戒指大喊嫁给我，让全场尖叫不已。于谦更是被感动到哭。拥有好人缘的于谦事后转发了数十则现实动态，都是好友们给予祝福的画面，温馨场面感动不少人。